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观赏光颜健康园地，我是主持人孙威令。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下全侨健康日。在过去这20多年以来啊，常常陪伴着侨界的同胞，在这段时间里面，特别是秋天啊到冬天之际容易生病的时候，我们呢来举办这个全侨健康日，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讯息。今天我们就请到两位的负责人来到节目中给大家来介绍啊，一位是施慧德医师，还有是邓福珍女士啊。好，施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福珍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的，全侨健康日啊，这个名称很多啊侨胞都非常的熟悉。可不可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它的来由啊？今年是第几年举办，然后时间地点，可不可以请福珍给我们介绍一下，放一个幻灯片给大家一起来介绍。好，福珍请。好，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年我们是第32届啊全侨健康日，就是所以你看到这已经办了将近30多年。那这个是等于就在休斯顿，我们的侨界是每年一度的大事，但是因为过去2年因为疫情，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这种就是说面对面的哈现场的那个健康日，所以今年是疫情以来第一次我们举办这个健康日。那这个健康日已经那个日期是10月1号，在那个幻灯片就可以看见，是10月1号是周六啊，早上9点。到下午1点，那我们是在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就是我们所谓的侨教中心的大礼堂举行。那天的节目非常的丰富啊，我们有筛检健康预防的一些筛检，待会会详细的介绍。那我们也有一些教育讨论会，我想待会施医师也会跟我们很详细的介绍这一部分。那最后还有一些资讯的一些展览。所以我想那几个小时会非常忙碌，也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踊跃来参加，所有的参加都是免费的啊，就是然后还有医生咨询，我忘记还有一个医生咨询，我们目前有将近10位的医生，各科的医生当天会现场提供咨询。请问一下，是不是需要预先报名，还是就是来参加就可以了？不需要预先报名，只要当天早一点来啊，因为怕人很多，停车场可能不够。唯一要注意的就是那个有血糖还有血脂的筛检。那要参加这两项的话，最好早上要空腹啊，因为要不然就检查就不正确了。所以就除非你要参加这两项，如果你不参加这两项，那就没有关系。好的，听起来非常的丰富。我也记得我也参加过啊，还有验血脂啊，我也晓得念的。因为一般在外面的话还要花不少钱去做这些检查，那在这边的话就完全的免费，而且服务的人员也非常的热心和蔼啊，所以鼓励大家要早一点来啊，这是早上9点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不要排很长的队啊。好，那我们呢现在就要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主题啊，而且呢也请到医生给大家讲解一下啊这些。一些流行性感冒啦、流感啊，甚至 COVID-19 啊，这些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我们现在就请施慧德医师给我们在这方面呢做一下介绍，可不可以从这个顺序是吗？就是猴痘，是不是啊？这个也是蛮新的哈，今年以来大家特别的听到，还有流感以及这个次世代的 COVID-19。好，林医师请。今年呢？我们请到的最主要是3位讲员，第一位呢 ，Dr. George Bernazian， 他呢，目前是最主要在以前叫做 Parkland Hospital， 现在叫做 HCA Houston Medical Center， 还有这个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Texas Medical Center 的传染病科主治医师。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在中国城看到他，因为他很喜欢吃波霸奶茶。第二位呢是在Houston Methodist 加护病房的许环林医师，
啊，他会解释所谓的流行性感冒方面有关的资讯。是第三位呢，是也是在资深那这个 hospital 的免疫科的林成勋医师，他呢会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所谓的次世代啊 COVID-19 啊疫苗的相关的资讯。那请问一下，这三个是不同时间的一个讲座呢，还是怎么样？请这同时呢，还是它时间有隔开？有没有办法三个都听到？我们的这些演讲呢，是大概从11:30以后开始。那通常我们这个会有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除了演讲以外，还会有一些时间让大家提问，就是可以来为大家解答。是从您说是大概11:30开始是吧？对，连着11:30，连着这三个人的演讲，那之后还有一个 Q&A， 就是问答，所以大家有问答。OK， 所以11:30是。这三个是连续起来的嘛，不是同时啊，是三个，所以你11:30的话，你坐在那里就可以听到这三个讲题，都可以听到，然后再问。好的，好的。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就要停止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专心的听演讲。就是之前的筛检，就是那个待会讲的咨询啊，医生的咨询就可能要暂停，就要停止。然后呢，希望大家一起来听演讲。所以这个做这种检测或者是咨询的话，那就是9:00到11:30，就这两个半小时时间。对，那大家把握时间了。就到了11:30的时候，这些检测的活动、咨询的这些服务的话，就会暂时停止了，对不对？大家都去听这个演讲。是的，好的，所以请各位观众朋友把握时间啊，就听起来你可能是要早一点到比较好啊，不然到了时间之后，也可能就是要听完演讲之后或者再做检测啊，时间上就会比较拉长一点啊。好的，那我们现在呢继续要来谈一下主题，那刚好我们今天借着施惠德医师在这边也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啊，当然更有详细的一些情形和解释，在当天呢会有医生啊，或者专门，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希望给大家做一个通盘性的一个了解啊，好不好？我们请施医师来介绍一下传染病啊，这个很大的题目啊，我们知道施医师可以很这个提纲挈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可能我们这段时间谈一下整个大家传染病有哪些，还有这里面提到第二项说性病的症状和原因啊，然后我们接下来下一段的时间。可以再谈一下其他的，好不好？施医师，请我们再谈一下这个很广泛的题目啊，传染病有哪些啊？请您介绍一下。因为在过去这两年呢，这个新冠病毒引起的这个大瘟疫啊，对大家的影响很大，所以今年我们想到的就是带给大家有关传染病的一些资讯。那传染病。顾名思义，就是它这个是一种会从不同的生物传染到另外一个的一种病。我们可以分类呢，依据病原体来分类，那也可以根据它的传染途径来分类。如果要用病原体来分的话，比较大一点的。这些生物呢，比如大家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人都听说过，我们在某一个时候呢，必须要吃药来打蛔虫。蛔虫这种所谓的寄生虫，还有其他有时候可能小的必须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的这些寄生虫呢，它可以。是人传到人，或是从动物传到人，或甚至是你吃的东西就传染到我们身体里面去。所以呢，传染病它可以是经由
不同途径，但是呢，我们可以以它的病原体的大小来分类。第一个是所谓的寄生虫，那再下来比较小一点的就是所谓的细菌，那再来呢可以是所谓的立克刺小体，那再下来就是病毒，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叫做 prion 的这一种比病毒更小的东西，这个呢也被报道过。那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狂牛病，啊，狂牛病的传染的这个病原体就是一种 prion， 所以我们可以病原体的大小来分传染病的分类。那如果是以途径来说的话呢，可以是我们身体任何一个地方就看到底从哪里进来，譬如说我们可以是从皮肤传染过来，比如说皮肤被割伤了，那细菌或是寄生虫就可以进来。那有些是经过不同的一些媒体，譬如说像这个昆虫之类的，被蚊子咬到了可以得到疟疾啊，对不对？啊，或是说被不同的蚊子咬到了可以得到脑炎，所以呢经过所谓的中间宿主可以是传染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譬如说跟人接触的话，它的途径可以是从皮肤，也可以是从眼睛，可以从鼻子，可以嘴巴，或是其他的地方传染进来，这些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好的，谢谢介绍的途径。是，好，我们途径介绍完以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观赏光岩健康园地，我是主持人孙威令。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施医师和邓博士，他们要跟我们来介绍2022年的全球健康日。我们刚才福珍已经跟我们提到了这个检验的一些内容啊，和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服务侨社的一些事迹。那刚才施医师跟我们介绍了一些基本的医学上的原理，比如说传染病有哪些啊，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我们现在呢请他继续的来谈一下有关于这个性病传染的这方面啊。施医师请啊，我把幻灯片也马上啊请您开始。刚才谈到传染病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传染病的分类可以以它传染的途径来分类。啊，我们在刚才提到的呢，有一项就是说从人的不同的所谓的七孔啊，可以得到这些传染病。孔老夫子说过啊，食色性也。事实上我们人类要传宗接代离不了性这一个事情，但是呢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一种隐私啊，所以不太喜欢谈这方面的。啊，我们全球健康日最主要是要对大家提供一些教育的资讯。我们认为呢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要把一些跟大家切身的东西给提出来。尤其呢今年出现的猴痘，让大家引起一些关于是不是猴痘跟性接触有关系的这些讨论。所以今年的主题啊，我们要提到传染病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专注的是所谓的性病。那像刚才提到的传染病的分类，可以用病原体的不同来分类。所以呢性病虽然说它传染的可以是在一般人有性关系的时候的不同的通道可以引致这些不同的性病，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它的不同的病原体来看到底有哪些性病。症状来讲大致上都会有点类似，但是有些人呢并不会有症状，譬如有一种细菌，就是所谓的梅毒螺旋菌，它呢有些人得到以后它可能刚开始都不会有什么症状，但是呢等到末期的时候真正引起中枢神经的变化的时候，那时候有些人因为失智啊或是其他症状才知道他已经得到了神经性梅毒。所以呢有时候如果性关系不是很单纯的人呢，就要想想看是不是在哪个时候要去筛检看看是不是曾经得到过什么问题。刚才提到的这是一种细菌，那其他呢譬如可能有些人他认为他没有什么问题，就没有保护自己或是保护别人，那他可能会有其他的细菌会传染给别人。那其他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说是所谓的淋病，那这些甚至有些人呢像青少年啊曾经这个内科的专科考题出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因为喉咙痛就跑去给医生看，结果看到的是这个咽喉那边有红肿的现象也有发烧，结果在嘴巴里面看到的脓跟
去做培养的时候发现事实上是灵性。那这个呢是因为这位小女孩曾经跟人家有口交过，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有可能的一些现象，看起来好像跟扁桃腺炎很类似，但是事实上它是一种性病。那除了这些寄生虫也有可能啊，譬如说像这个有一种寄生虫叫做 Trichomonas， 那这些呢是一种寄生虫，它可以经过性关系来传染。那另外病毒方面，像乙型肝炎，它在同性恋者之间是比较容易发生的一种，这可能是因为肛门那边的这些黏膜比较脆弱，所以呢在经过肛交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病毒给传染给别人。那最近这个猴痘就有点不太一样，到底它是不是一种性病呢，我们就不一定是能够有很好的一种定义。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性病这方面要知道更多详细的呢，这个 Dr. Benazian 在10月1号的时候会给大家详细的解释。那提到这个猴痘这个事情，事实上它是类似天花的一种病毒，本来是在大概公元2000年初期左右呢，在西非非洲的西边那几个国家发现在猴子身上有一种会引起水泡的一种病，那它在某些状况之下也在人体可以发现，但是呢病例并没有很多。很奇怪的就是呢，在今年2022年初期，突然间在欧洲开始有些人出现身体有水痘的这种状况。那这些呢就慢慢的不应该讲慢慢的吧，应该是说在几个月之内呢就传到别的地方去了，美国甚至亚洲都有。那这些现在来讲已经有几万个病例发现的呢，大部分是男性跟男性之间有过接触的就会有这个问题。那比起天花来说它的症状还是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呢也有一些病人因为猴痘死亡的也有，只是他的死亡率没有那么高。目前报道的有一些是年轻的小孩也有，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双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到底我们没有报得很清楚。那疫苗方面呢倒是有疫苗，只是说目前疫苗的分布状态并不是那么的平均，因为根据新闻的报道好像是一般先进的国家都把现有的疫苗都买走了，反而是比较贫穷的国家就买不到猴痘的疫苗。那这些 Dr. Benazian 也会来解释有关猴痘的事情。那我请问一下石医师，猴痘是就是最近这你说就最近这几年才发现呢，还是以前就有病史上就有？对，刚才提到就是因为它是2000年初期就已经有了，就已经在人体发现过，但是为什么是在新冠病毒
大流行之后才开始这么容易在人体出现，是不是跟新冠病毒的流行或是它的疫苗接种以后对人体的免疫力发生改变，来让猴痘这么容易的经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产生，这个我们就不太知道。嗯，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大家也在想到这里。好的，那就是说猴痘虽然是致命率啊比不上天花，但是刚才听您说也已经有一些致命的一些病例了，是吧？那现在对我们在美国来讲，这个威胁，你觉得这个威胁算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猴痘这个情形呢？是除了打，是不是要打疫苗？因为这个好像也不是需要马上去打疫苗嘛，是要注意卫生还是怎么样？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很快的一个建议，然后我们就休息一下？这个就我们所知道，曾经打过牛痘的大概不需要再打。那如果没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性行为的，大概也没有什么必要。也就是说，如果有必要，譬如说医护人员那没有打过牛痘，但是呢他必须接触到这些患者的时候，那可能就需要打这个疫苗。嗯，是医生，你说那个牛痘是什么？牛痘就是你以前在这个手臂或是这个大腿啊，就会画两道。哦，就是一个突突的一个疤一样。哦 ，OK。牛痘啊，对，叫卡介苗是不是？那时候不是卡介苗是肺结核的。啊，发现是肺结核。OK。对，我就是手臂上好像就有画了一个凹凸的，所以我没有被打。还有三个、四个都有啊。哦，所以我们如果现在检查一下有，大概表示有打过，就不用担心，是不是？大致上打过牛痘的就不需要担心。OK。好的，好的，了解。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继续的收看《光岩健康园地》，我是主持人孙威令。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了施医师和邓福珍博士来谈一下全球健康日，它其中包括的几项主要的内容和这一些特别的流行病啦等等啊，施医师会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简要的一个说明啊。那施医师，我们刚才谈过了这个传染病啊，谈了一些性病和这个猴痘啊之外呢，我们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现在九月份呢，我们进入这个流感季节啊，我们怎么样注意流感，也再谈一下 COVID-19 的最新疫苗给我们观众来介绍一下好吗？是的，当然这两年来大家都受够了这个新冠病毒的肆虐，但是呢，目前看起来到了这个 BA.5 以后这个病好像就有点后继无力，但是呢，流行性感冒这个病啊，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直存在的。从当初20世纪初期应该说起来是差不多1918-1919年那时候，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100多年了。这个病对我们来讲，我们只知道的就是必须与病毒共存啊。虽然说有流行性感冒的疫苗，但是呢，每一年我们都还必须打这个疫苗，这个病并没有办法离开我们。这个病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病毒引起的，主要是上呼吸道的一种感染，但是呢，如果有些人他身体的抵抗力不好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引起下呼吸道流行性感冒病毒本身的感染，或是细菌的刺发性感染引起肺炎，然后呢造成病人的死亡，这是都有的情况啊。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一点来讲，我们都需要保护这些人。那流行性感冒它有 A 型跟 B 型，那这些病毒它为什么会一直跟我们存在，是因为它就像新冠病毒一样，也是一种 RNA virus， 可以很容易的就引起突变。那另外呢，也是因为它有中间宿主，这一些呢可以是鸟类，也可以是猪啊，所以呢在它经过和人体的一个征战以后，如果人体产生了很好的免疫力，它就可以退却到这些中间宿主以后发生突变，然后呢等到下一个季节就把不一样的抗原带进来，那我们已经有的抗体对它就没有什么抵抗力，我们就会继续再发病。所以为什么每一年都会有一些疫苗，我们是用来大致上就是预测可能在下一年它的突变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些情况，然后呢把不同种的突变可能产生的这些疫苗把它加起来。在历史上来讲，刚开始是所谓的单价，再变成双价，然后最近除了三价的疫苗以外，还有四价的疫苗，就是说把四种不一样的可能的突变以后的这一些基因组合把它做成疫苗以后，然后打到我们的身上。每一年我们呢除了要打疫苗以外呢，
有时候如果开始有这些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的时候啊，也要去做筛检。那这个筛检目前来讲已经渐渐的比较容易了，以前呢是必须还要再收集我们的痰啊，拿去做这个病毒培养，但是现在呢经过抗原抗体的这种反应啊，只要在喉咙那边啊拿一些标本就可以做快筛。那甚至呢在某些国家目前可以看得到的是它可以有新冠病毒 A 型流感 B 型流感三种加在一起的一种快筛试剂，现在在市面上也可以买得到。所以如果有喉咙痛啊，有流鼻水发烧这些现象的人呢，现在他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用这一类的试剂来做快筛，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流行性感冒目前来讲，事实上它跟新冠病毒不一样的是，因为它还有所谓的特效药。那如果快筛知道自己得了病，如果是在得病的初期啊，能够尽快的吃这些特效药的话，那可能这个病情就不会持续太久。那对于抵抗力不好的人呢，也可以防止这个病毒扩散到下呼吸道，引起更严重的一些问题，或甚至导致死亡。所以这一些呢在这一次的全球健康日详细的探讨，我们会经由许环林医师来跟大家解释流行性感冒的一些详细情况。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有关这个新的次世代新冠病毒的疫苗呢，它目前是有两种，就是说除了原始的这个COVID-19 这个病毒的 S14 以外，它又加了另外一个东西，在欧洲批准的甚至或是说在台湾呐啊亚洲那边，它批准的呢是 BA.1 的一个另外加进去的这一个方架疫苗，但是在美国呢，它并没有批准这一种，反而是原始株再加上一个 BA.4 跟 BA.5 两个共同的基因序列的另外一个疫苗，这样两个加起来也是一种方架的疫苗。但是这个就有点争议，因为呢目前来讲这种美国批准的这一种双价疫苗呢并没有真正经过人体实验，它只是利用曾经经过这个 BA.1 实验的一些结果来做一种代用的一种数据。那美国的FDA 在大概上个月吧，还是上个月，经过这些专家的评审以后，用 EUA 的方式，也就是说它是紧急使用授权的方式开始让这些药这些双价疫苗可以上市，希望能够提供保护一些抵抗力没有那么好的病人。那我想请问一下史医师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流感流感病毒它这个突变的话是一定会发生的，还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去抑制它的突变能够有效的控制住，还是为什么会突变呢？事实上就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到底怎么去突变。很可惜啊，如果可以的话那这流感早就绝迹了。一百多年嘛。一百多年啊。
所以你的意思像 COVID 也没办法嘛，对不对？它一直在突变，一直在变化，我们也没办法控制。不一定，这个 COVID-19 呢，目前来讲，到了 BA.5 以后，我们并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突变种，更多的病人，所以这两种病毒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冠状病毒，一个是流行性感冒病毒，它的基因完全不一样，看起来这个新冠病毒这一个看起来是没有一种新的突变在将来最近的将来会产生。那另外一个不同点是，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新冠病毒有什么中间宿主，可以让它可以逃到中间宿主里面去进行一些让我们没有办法抵抗的突变。所以不是有蝙蝠吗？蝙蝠是不是一个中间宿主呢？新冠那个 COVID-19 目前没有看到什么中间宿主，目前没有看到，目前看不到。了解，好，福珍，你再一个问题啊，我们要对，所以你觉得以你的判断，所以今年冬天是流感比较我们要担心的，还是 COVID-19 我们要比较担心的？看起来是流行性感冒比较需要担心，因为呢，目前来讲，很多人在外面都已经不戴口罩，是说大家开始大型集会就开始出现那个时候。没有戴口罩，流行性感冒就会大流行。好的，倒是 COVID-19 好像比较稳定一点啊。现在起码目前开始，因为流行性感冒这个东西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新冠病毒看起来就算不戴口罩，它的得病人数已经就开始在下降。所以你觉得现在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介绍那个疫苗，就是新的一代，就不一定要打咯？我个人是认为，如果抵抗力没有问题的人，大概不一定需要打，因为目前 BA.5 已经得病人数开始在下降，被打了以后，到底他为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抵抗力呢？应该说起来是免疫力不好的人有必要去打，没有错，但是一般健康的人打这个呢，他可能真正能够防止得病或是让这个病不会引起严重症状的可能性就没有那么好。 OK， 好的，谢谢，这非常宝贵的资讯。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谈到很丰富的内容啊，除了我们在全球健康日的意义举办，我们现在呢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检查的详细内容，以及我们最后请施医师做一个结论。好的，那我们请福珍来介绍一下，就是牙医健康协会的会长啊，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十月份全球健康日的检查的内容啊。福珍请讲。好，我把幻灯给你。这个我们谢谢刚刚那个施医师已经很详细的跟我们介绍那个教育研讨会我们的主题，以及会谈到真的是很丰富的知识，也很实用的知识，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来参加。那同时那一天呢，就早上9点开始，我们在现场，我们有 HEB 啊，他们会还有护士学会，他们会有人在现场做血糖的筛检，还有血脂的筛检。那这两项我刚刚已经提醒了大家必须要空腹啊，还有血压的测量，还有流感疫苗的注射，还有就是刚刚施医师介绍的那个次世代新冠疫苗追加剂的注射，就现场就可以做啊，不需要预约都可以。那关键是那天也在现场，我们提供那个丙型跟乙型的，就 Hepatitis B 跟 C 的肝炎的筛检啊，那这个也是现场啊，也不需要预约。然后那天我们也同时会发放那个健康那个粪便潜血的检查包，就是 FIT FIT， 给有需要的人可以带回家去做检测。那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当场做乳房摄影、子宫颈膜片的检测，但是我们可以登记啊，如果有兴趣，尤其那些没有保险的哈，我们非常鼓励你来登记。因为我们如果你没有保险又低收入的话，我们有经费可以补助。那个乳房摄影是下一次是在12月啊，会在光颜色的那办公室举行。那子宫颈膜片，我们现在你登记以后呢，我们每一周在光颜色的健康中心，我们也可以有医生在妇产科医生帮你做。所以呢，这是我们那天可以现场做的，还有不是现场做的都有提供，这些服务都是免费。好，下面那个现场就是说来登记，然后大概是过一两个礼拜以后可以做检查是吗？就是乳房摄影的话就是12月，要可能要到12月，我们用他那个机器他那个对两个月之后啊，差不多一两个。对，那是乳房摄影，因为那个有跟那个单位他派他的车子过来。车子来啊，对，那个比较麻烦。但是子宫颈膜片检查我们现在在光颜色的健康中心我们每周都可以做，所以呢你只要10月1号登记或者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马上跟你安排。那你过几天就可以做，哎，登记完以后，那丙型跟乙型那个 B 型肝炎是当那时候现场做，尤其是丙型肝炎那一天做完两三天后就会知道结果。我也是鼓励大家，因为丙型跟乙型肝炎都可以治疗的啊。如果你早期发现你是带原者有这个 positive 的话，阳性反应的话，你可以去找家庭医生或者是我们关于这健康中心可以跟你转诊。这样早期治疗就不会让它变成更严重的一个疾病，这样。那就是有些检查登记的话，子宫颈膜片检查登记在现场，在现场登记嘛，对不对？对，10月1号现场登记，对。登记然后检测的话是在光颜社的现在的那个医疗服务中心，对不对？那个地点是在8号公路和West Park 那个附近嘛，是吧？地址可以。地址是，其实就是在侨教中心的隔，不算对接，但是就是在走过去一点点，它也是就3535Briar Park。那个电话是713-988-4724。4724哈，那您需要更进一步的消息可以打电话，先打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再记一下啊，713-988-4724。好，那我们请福珍继续的介绍一下那个检查。那一天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对，我们那天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说我们很感谢很感恩有很多医生，侨界的很多的医生，华人医生愿意到现场来给大家提供健康咨询。
我们有好几位家庭科医师哈，还有好几位内科医师，都是讲中文的，妇产科医师也有，心脏科还有一个肿瘤科大夫。那最近我们又看到有肾脏科的那个医生也会在现场，还有什么？牙科的医生也在现场，所以就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你又因为保险的问题没办法看你自己的医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参加，因为他们都会在现场给你提供咨询。那天那个也有一些单位啊，愿意在旁边摆一些资讯啊，就是医疗方面的资讯啊，像 HEB 他会免跟那个 WinTake 啊，也是 MediPro 这两家公司，他们会提供免费的口罩赠送给大家现场。那另外两个机构是 Advanced Healthcare Service 哈，那个 My Family Hospice 他们也会在那边有他们的代表在那边解释他们的服务。然后 Windsor of Quail Valley 就 Skilled Nursing Home 也有代表会在现场，来介绍这方面的服务。那光彦社那天也会有一些摊位，我们会提供一些癌症预防跟健康教育，这个是光彦社一向所做的。你可不可以分别一下这个？我补充一下，那个在进到调教中心的入口呢，那个 WinTech MediPro 的口罩在那边会免费发放。哦，对，谢谢施医师提供。就是说，因为虽然疫情好像比较缓和一点，但是疫情还算是很严重，所以那一天我们要求所有人都要戴口罩啊，工作人员所有参加者都要戴口罩。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也很感谢有这些机构愿意提供免费的口罩。如果你没有的话，好的，你其中还有这个 hospice， 还有 skilled nursing home 啊，这些就是这两个不同，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胡正，我想那个advanced 一个 hospice 就是临终关怀。他们里头有华人的服务的，所以可以讲中文。所以我们这边几乎今天这次的所有的服务项目都有中文的，说那个服务项目，所以这样会比较对我们的侨界的华人会比较好，因为就语言上的沟通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那 skilled nursing 就是说专门要住院的啊，那个机构他也是可以来帮忙这样。好的，那可以看到这一次。经过两年啊，时间暌违了，就是大家能够有这个免费的而且很亲切的服务的一个全侨健康日啊，是很多人所期盼已久。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假如你准备的话，那天你需要检查血糖等等的话要空腹啊，不然的话做的就没有效果啊。还有就是你们提早到。那我们现在大概还两分钟的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各位请施医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特别对于今年这个流感季节开始了，我们对流感是不是一定要打，要小心啊？对 COVID-19 我们大家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好，施医生请。这个最近这两年来，大家对于所谓的防止被传染到新冠病毒，大家应该都已经能够背到一些口诀了，就是什么所谓的勤洗手啊，戴口罩啊，保持社交距离。这个保持社交距离，这个我是感觉这让人感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一种接触就会减少。但是为什么是要社交的时候才要保持距离呢？应该说起来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为了要防止传染的时候，就是保持距离，不管是社交或什么嘛，但是不管怎么样子，人跟人之间少了接触的时候，精神方面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今年会想要探讨传染病，就是希望对让大家对于传染病能够有一些认知。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把一些别人不敢谈的东西，但是对大家很重要的一些议题，带给大家这方面正确的资讯。那这样子的话，我想对社区来讲，应该是大家
对自己的健康能够有更好的照顾。嗯，好的，再次试试谢谢这两位嘉宾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啊，施医师，谢谢你啊，吴真，谢谢你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参与在十月份的全侨健康日啊，愿神祝福您和您的一家，我们再会。